那谁的手套？有人掉的东西啊！三度。接下来都一直在这里滑，一直在这里滑，一直坐这缆车上来，一直在这里滑。在哪里？这里啊，这里下去的是。哪一个是绿的？这里都红的，但是跟山顶一样舒服，而且又平，又很宽。等一下一走下去就知道。哪个最绿？都一样啊，就只在这里滑而已，没别，没有要去别的。上面的话就更陡了，上面就开始变馒头了。就一定是在这里哈。我眼泪快掉下来。周思婷，请你过来一下，谢谢。周少宇，我可以带这个去。哎，其实这绿的啊，这绿的啊。我不要绿的。你们主要是因为上课。这也是绿的。我是。那写个绿的是怎样？国际沙卡。啊，就是要去那里。没关系，给他们看到绿的，他们就觉得是绿。国伟。是你的没有亮哎，你不是没插卡片吗？有啊，怎么会没有？那刚刚那哔哔哔是什么？他刚刚就惨叫一声啊。No SD。还说不会没有？你有带卡吗？有啊。你还说不会没有？搞什么？你搞什么？拿下来换还是不用？只能拿下来啊。刚有惨叫就是征兆啦，我刚就说他惨叫了，我刚刚没听到，完全没听到。你一按他就惨叫。对，我是说你讲话我完全没听到。惨叫是他的还是你的？哦，你刚这样讲哦。哦，好，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你在讲这个事。那你都不用听我讲话啊，你都自动忽略我讲话。我以为你刚刚说到底是你在逼还是我在逼，我说我们两个都在逼啊。没有，他刚叫的。嗯，这怎么知道是新的？就是新的，奇怪，那为什么没有插回去？昨天我就收到 copy 完毕了。哎、欸，我是你是转到多少？紧贴，转的好远。你转错边。我没有转错边。转错边，我刚刚没有动手，我知道多紧就可以打。我怎么看不到那个边缘啊？好可怕啊！没有的。自己吓自己，你走过去就看到了，我都看不见，我眼泪快掉下来。你来这里穿，你不要在那里穿，来我们这里穿。这里那么平，你到这个人的后面穿，这里平的很。我怎么觉得我都看不到？没有，那个绿的人不就站在那？你看一下，他就站在那。那里下面就是线，然后你就会就差不多跟
介于绿线跟山顶红线之间。你不要骗我，绝对没骗你哦，骗你有什么好处？刚坐完车上觉得 有一度眼泪快要掉下来，为什么？那个是下面啊，那是下面，往上没有，往上看都觉得好可怕、啊、嗯，这里没有。好，等一下我先带你一次，因为这个照一些一定的坡度滑下去都很缓。热身就少女，热身就少女，老板还没热身呢，老板还没热身，热身了。你说谎话对我们给我们听也没什么好处啊，因为等一下摔倒的是你，又不是我。你要干嘛了？你要干嘛了？周世廷，过来！哎呦，他鞋子有扣好吗？后面好像没扣了。他这个周少爷，这个是好像有，好像有。哎，他这要往哪一边啊？没错，弟弟那样是有扣，跟你一样吗？周世廷，你干嘛啦？不要弄断哦！不要弄断哦！嗯，感觉一直都有火烧木，我暖完了，都有烧木头的味道，不知道从哪边传过来的。对，我有闻到。有一种味道是什么？好像有人在烧木头的味道。我看一下，我先。没有，就在下面。好了，你可以穿了，你可以穿了，可以穿了。好啦。橡皮筋。弄起来。走这边了、啊、对啊，很缓嘛，来这里就看到了，来我这里，来我这里，哎、欸，这样很好。再过来一点就看到了，就是也没什么嘛，这里真的也没什么。然后接着就到那个 Stanley 那里了。所以从刚那里看恐怖，但是从这里看还好。所以等一下可以先滑到那两个雪板那里，然后再滑到这两个人那里，再滑到舅舅那里，比上面还缓。比上面红线还缓嘛，对不对？对不对？只是视觉的问题。觉得好像视觉的问题啊。这么慢。也是粉的啊。粉粉的、啊，粉粉的、啊，跟我一样路线都很慢的啦，然后转个弯就好了。去 Berry 那里，去 Berry 那里，你还要推，就表示你还嫌太慢，对不对？如果那么陡的话，你还需要推吗？啊？看起来而已啦。你先弯一个弯就好，然后慢下来就好，不用再弯了，慢下来就好，慢下来就好，慢下来就好，慢下来好啊，可以啦，好啦，再弯就好啦，这个比刚刚又更缓了，这个更安全啦，那这边又更缓了，这边完全不会怕了吧，这边就是缓的 ，OK。
啊，这边你就可以稍微滑快一点，滑到看不到后面为止。这一整段都是 OK 的。来这里，来这里，尽量靠这边，靠过来一点，靠过来一点。这里，这里安全。不用推，不用推，不然你头朝下一点就会过来了。头朝下一点，头朝下一点。好啦，就过来啦。好啦，好，想慢的时候就头朝上一点，想要动的时候就头朝下一点。那你再继续前进，再去前面一点好了。去前面一点，去前面一点。比较斜一些些，但不叫陡。然后啊，等一下的话就是直走走多一点，尽量走柱子的中间，会很好滑。就是走远一点啦。来，从那一边转过来，去远一点，转回来。好，可以啦，可以了。慢慢来，先慢下来，转。好啦，休息休息，停下来就好啦。好，我们先不要管翻板，我们先下，因为下面那一块都超平的，所以就只有这一块稍微斜一点点，然后你就弯，照你觉得舒服的方式去做。啊？
好，慢慢慢慢慢。OK， 就是紧张了，还不习惯。其实这里比山顶还缓的这一段，从这里开始。对，是啊，是啊。好，你，你站直，现在站直，再站直。好了，挺胸一下，挺胸。好，你现在跟我啊，看你有没有办法后退，两只脚。不行。推推往后退。不行。不是，你稍微这样后退一下，后退一下。因为我知道你前面你一定会慌张，你先后退，留个转弯的空间，然后走的时候稍微会往下滑一点，没关系，那就滑下去嘛，停下来，再往后退一点，再往后退一点。好，好了，好，慢慢慢慢，好好，可以，很慢，没事，好了，安全了，根本就比山顶还不陡，但是呢，因为心里会害怕，然后这样子会比较花力气，然后站得越久就越没力气，越没力气会越难弯。哦，对啊，所以前面还要再陡啊。前面就这样子的东西再来一次而已，没啦。今天就一直这样滑，就只有这里而已。然后这里的缆车比梅池山顶的快，所以可以滑很多次。所以下到底以后，右边的缆车站。好。我们去那边看好了。好。这边随便练哦，这边很缓，趁机练习。这边还是 OK 的啦，这边又也不陡啊，这边只是让你更好滑一点而已。那再到下一条线，这边还是可以练习，立线练习波啦。不会啊，顶多都跟上面一样。你自己往上看好了。好啊。
跟上面一样，缆车站就在那。这个哪叫陡？你看那个人才这么一点低而已。来这边，来这边。好。我们是滑到右边那个。右边这个缆车站，然后坐上来就下一趟。对啊。然后大概两趟就可以吃午饭了啦。现在第一趟嘛，还是第一趟就吃午饭就好了。不用啊。因为这个会比较耗体力哦。啊，还有就是可以走右边哦。我们去右边看看好了。好了，左边比较好，去左边。这里啊，滑这里。滑这边啊，滑这边。好，转，放慢放慢，前进一点，前进一点，前进一点，再前进啊，再前进啊，再前进啊，前进到觉得准备好了才转。好，转，前进一点，前点，慢慢来，慢慢来就好了，慢慢来，准备好才转。好，转转看，转，前进一点，前进一点。好，这次不用转了，你就前进就好了。前进一点，前进一点，前进一点。慢慢的前进，到中间一点会比较好。好，有一点点速度，心里准备好了，转。好了，从这里开始转，这里看起来是最缓的了。走中间一点，这边比较缓。好，还有办法过来吗？再过来一点，再过来一点。好了，慢慢转啦。看一下 Ferry。嗯。好啦，我走了。这里很粉欸。
等一下你们上缆车，你们就看一下右边的这个波，真的就跟梅池最上面那个，我觉得比梅池最上面那个还缓一点，只是比较长。那缆车继续再往上看，上面的又比这个又更短又更缓，所以今天就只是心理因素，因为第一天到而已，就只是因为这样而已。啾啾，我们今天先吃上面这个餐厅，还是下面这个餐厅？披萨好像是意大利面什么的，好像是上面这家，然后下面那家好像有那种各种什么冻啊，还有他们这里的那个那种什么东西又煮在一起的汤那一种。你是说 GoPro 那一间哦？不然我帮你再说其他。对啦，我是说 GoPro 啦，最上面现在我们今天还不用去啊。那现在就直接吃上面这一家，然后我滑一趟之后再去找你们。好，那大家下缆车之后呢，板子也不用穿了，就往上走一点，走到缆车站那边进去就是餐厅哦。Angie， 你们就再看看哦。
滑得好烂啊。今度もしたもんね。昨日滑られました？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イングリッシュ OK? Yes. Yesterday, many skiers and snowboarders this area. Yeah, San thank you. Yeah. He told
many ski and snowboarders. Cool. And yesterday, stop the lift, top of the lift. Stop. Heavy wind. Too heavy. Okay.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Taiwan. Taiwan? Taiwan. Taiwan, ski area, no ski area? No. Too atsui desu. Ski wa nai. How many times on plane? Kyo wa nikame desu. Last year. Coco. Yeah. Last year. Two times. Ski. Ski. Already many days. About 1 month. Okay. I'm from Yamanashi. Do you know Yamanashi? Yamanashi. Here Nagano. Near Yamanashi. Wakata. Drive about 3 hours. I came here by my car. It take about 2 hours. Yeah, 2 hours. Yeah. And Nagano, Yamanashi, and Tokyo. From Taiwan to Japan by train. How many hours? Three hours. We go to Toyama. Toyama. Toyama Airport. I see. Then bus Kokoni. Yeah. Will you stay Toyama and Nagano? We go here hotel. A hotel. Working. By bus. When will you come back to Taiwan? March 1. It's in it. Long time vacation. Very good. Q days. Q. 9 days? Yeah. In state Japan. Yeah. Good. 私たちは、スカイ系、今日はスカイで、then here. スカイ系 is big ski area. スカイ系、more easy. Here is more difficult. I see. Yeah. So I need to training more. We have Japanese skiers championship game on March. Usagi Daira. Usagi is jump. Usagi. Yeah. It's too difficult. Yeah. Its game will go on March. March 4 to 8. I will come here March 8. March 8. Oh, longer than me. Yeah. Oh, I will see that Japanese champion skiership game. Oh, good. But this year ski is less. Yeah. So. Not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good trip in Japan. Thank you. Arigato. And please be careful. Konnichiwa.
缆车二分之一吧。富平 Palace 是真的有 Visa 的，还是要山上一点那个才有 Visa？ 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就吃兔坪 Terrace 就对了。那你现在在哪里？我现在也要去兔坪 Terrace 啊，休息了，应该差不多吃饭了吧。啊，应该我再滑一次坐右边，这样我就少滑一点。那我是直接叫他们坐右边，是我们是从右边爬上来的。哎呀，那我们就先进去了，拜。好啊，我中招了，我忘记了。好，那我再滑一次。
好，我现在在右边缆车二分之一，等一下应该就到了。
先上厕所了。